吃饭，今天吃的这个香肠，炒的这个蒜苔，番茄炒鸡蛋，吃了灵魂下饭菜。说三个月才可以吃辣椒，这时间也太长了吧。有下饭菜，这一碗早就吃完了。再去弄点菜，吃饭，吃面条，没有胃口，不吃下饭菜真的没有胃口，姐妹们。我快忍不住了，但是我还不到一个月，24号才一个月。其实割双眼皮一点都不疼，痛苦的是不能吃辣，痛苦是要忌嘴。
焖个20分钟，你都可以捞出来炒呀，做汤粉呀都可以。做饭拌粉都可以。可以可荤可素，我就很简单，我就炒了点鸡蛋，放了点生菜，然后调料往碗里面一放，浇点这个汤汁儿，我放的是香油。小狗，自己做的这个面条，就是太烫了。
太烫太烫，饭，看我吃的什么饭。睡醒了，然后，煮了这个花菜。只有眼角这里有增生，这里还好。没有味道，吃的是菜，没有肉，走开！我让小狗调皮得很。你吃了吧你？看着。所有晾的衣服、袜子、鞋子，啥都有。吃这个不是为了我想吃，就是它可以挡饱一点，还有蔬菜，吃的不胖。我又胖了，就这样拍视频，我不觉得我眼大。
开了眼角多少双眼皮不觉得眼大，但是我就跟我前面的视频去对比一下，我以前的眼是真的好小，脸大嘴大鼻子大，然后一个小眼睛。